菩提心是偏重于发心，刚开始就是说利他之心啊，就是但是这个利他之心刚开始是发心的，知道吧？发心你不可能保有嘛，就是说念念利他，这个我们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自我还有嘛，我们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局限性的利他，比如自己喜欢的人，我可以哎，付出很多。那如果这个人很讨厌的话，反正我也不帮他，我也不害他，离他远点，好像这个菩提心不会那么广大。哎，甚至于六道众生我们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们怎么个利他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是菩萨的发心是利六道众生嘛，那地狱道根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嘛啊。但是这个发心，当你证入出国以后，就出地菩萨以后，然后就成为你的一个品质，就菩萨的心就是那样的，他已经不是发心了。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经常会丢掉这个菩提心，就是有时候发起来了，哎呀，我今天给我要利益众生，明天当自我的利益，我自己活得还烦，我还利益众生，所以好像连自己都利益不了了那种，就是菩提心就丢了。但是到了出地以后呢，这个菩提心就成了一种自己内心的一种本来的东西了，就是你就是这样，没有说我要怎么样，是你就是这样的，你变不成别的东西了。就是你已经这个，你已经是个红的了，你变不成白的了，你成了你的品质。就是菩萨一定是菩提心，他就没有别的心。你要让他在这个世界呈现，他一定是呈现菩提心。他一动念就是利他的，他一动念，他就像这个机器已经变成这个程序了，他只要动个念头，一定是为别人想。他也许会翻过来，就说你进入出地以后你就变成这种，但是随着果位上的成就的话，会有一种什么，因为对空性的了悟越来越深，他就说普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啊，就是说菩萨是利益六道众生的，他在度众生的过程，如果他把六道众生全挂在心上的话，他就死定了，因为六道众生的业力那么重，他能挂得了吗？我们平时挂一个人我们都累死了，我们要利益一个人这一辈子，比如你的孩子，或者是你的老妈老爸，或者是你利益一个人你就很累了，你能把他一生弄得很幸福吗？你就牵挂他，但是要挂六道众生，你想想菩萨如果有心早就一往上挂就累死了，累死了。所以说菩萨根本无心，他必须进入无心的等级他才会解脱，就是说他进入无心的等级，他就心无挂碍，然后普度六道众生。随着但初地菩萨可能达不到，只是成为一个品质，但是逐渐证入实地菩萨的时候，他就游戏毕竟空，他的普度众生就变成了一个游戏，他进入无心的状态了，所以就心无挂碍，每件事即有即空，他度众生实无众生可度，就是那是个正量的慈悲心更重要的是一种流露，慈悲心是菩萨在果位上的流露，就是说他已经证入这种无分别的境界以后呢，大慈大悲流露出来，慈悲这个它是个智慧一起的，我们如果字面理解，它是从有情欲的爱跟这个善良善心升华起来的，但是其实菩萨的大慈大悲更偏重于就智慧的流露。我们说慈悲好像是一种像父母一样啊，就是关怀孩子那样的一种，但是这种爱在，但是它流露的不是父母的情欲的那种爱，哎，不管远的近的善的恶的，所有的他的平等心，其实慈悲你不能用我们有情欲的心去理解这种慈悲，如果一定要把它在人世界示现的话，示现慈悲就是示现智慧，他的智慧是就像手心手背的一样，大慈大悲一定是大智慧，佛的智慧这边就是智慧，这边就是大慈大悲，它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们本来也无心，本来你也挂不住任何东西，所以平时说我们牵挂，你本来就没心，你往哪挂？只是执着，你的所有的牵挂就是执着，你执着了那件事就挂上了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哪有心啊？本来我们本来在无心地啊，你本来是那样的，只不过我们挣回本来而已。你挣不回本来啊，你现在是错误的一个活法，就是你的说我牵挂我爱你，我所有的东西放不下的东西，其实都是我们执着了分别了，
并不是你真的挂在心上了，你就没有心。你如果是很近的去旁观自己内在，除了你生命的意识跟每一个生命的细胞以外，把自己一分离，剩下的就是叫执着。你心里边，你如果一定要说你有个心的话，那就是分别执着，剩下的啥也没有，剩下的就是分别。这个人我喜欢，这个人不喜欢，这个人喜欢，这个人不喜欢，这个人善的，这个人丑的，这个人男的，这个人女的，这个人长得美，这个人这个衣服好看不，就这些，这就是你的心啊。心就是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，剩下你哪有心啊？你用什么来爱众生啊？你用什么？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啊。你这只有你把这些分别执着转了，转成智慧和慈悲，你才有东西爱众生啊。你这个分别执着怎么爱众生？你因为你是没有心的，你的心就是分别执着心，对凡夫众生心的视线就是分别执着。就说我们视线菩提心也是慈悲心，你视线什么也是分别执着来视线，又很执着又分别来视线你的心。我看她漂亮，这就是我的心；我看她美，就是我的心；我不喜欢她，就是我的心。这就是你啊，你不喜欢这三个字就是你。你这儿是没东西呢，你这又不是这个，这就是个仪器嘛，啊，你那个心就跑出去，跑出去，跑出去分别嘛，然后把你分别的这个转成智慧，啊，这又是你的心，这个心就变成了佛。